这个溜肉段啊，怎么做才能外酥里嫩，凉料都不会软？今天我就用一分钟时间教会你，有几个关键步骤你要记好了。首先准备的鸡肉，把它切成色底块，用冷水泡出血水，切成后球肉都可以捞出来，加少许盐味一下底口，然后我们加入土豆淀粉，多少肉多少粉，比例是1:1多次，少量加入清水回成酸奶状，然后加点食用油，炸的时候防止崩，抓拌均匀之后再切点配料，胡萝卜和尖椒备用，关键就是调这个料子。锅碗中放一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一勺食用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勺白糖味素，最后捞抽掉一下颜色，搅拌均匀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油温烧至六成热，下入肉段，一个一个碗里下，当下的千万不要动，给它个定型的时间，全部定型，用手勺撬动，这么一撬，一个个的全都散开了，把它炸至微微焦黄，捞出油温再次升高。我们下入肉段复炸一遍，这就是外酥里嫩的关键，凉的不会软。这个时候把我们提前切好的尖椒和胡萝卜轻轻地过一下油，再次起锅少放油，加入葱姜把它炒香，倒入我们提前调好的丸子，大火熬，捞起大泡，全部汤汁粘稠之后，我们来上少许食用油，这就是酒店里的米油凉茄。下入我们炸好的肉段，大火翻炒，让每一个肉段都均匀地裹上汤汁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